海城，海城，你养的蜘蛛又跑出来了。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把你的蜘蛛放好。可是姐姐，你现在好像不害怕了呀，没跳到桌子上。因为这是你的蜘蛛第108次跑出来了，我已经麻木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蜘蛛扔掉。不行啊，别把小美扔掉啊，姐姐。就我啊，不理事。这个，梦梦，你这次就原谅海城吧。不行。哎，梦梦，我突然发现小美停在你头上，像个蝴蝶结似的。衬托你的发型更好看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对，真的好看，姐姐。这样吗？那我去照照镜子。谢了，普利士。小事一桩。普利士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更像是我哥哥一样。哥哥？哥哥吗？普利士，有一件事你必须得知道。是什么事情？非得说得这么严肃？最近出现来自外星球的信号，我终于破解了加密系统，还反侦测出了信号使用者的身份标识号。那么是谁？是普尔达。这不是普利士的哥哥吗？居然是哥哥。今天北方山区出现了同样的信号源，我认为普尔达很可能已经来到了地球。什么？普尔达来到了地球？是的，而且由于信号源能量不断加强，普尔达很可能在进行某种能量转换。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这仪器的作用是？有什么作用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的是，这仪器要把水抽干了呀。浩肯星为什么要抽水？这么缺水吗？只有你才会说出这种结论。不管真相是什么，浩肯星肯定不安好心眼。嘿呀，管他做什么的，我三两下把仪器破坏不就得了？不行，我们得搜集到更多的信息，弄清楚浩肯星的目的。神机手说的对，我试试能不能复制数据，并且让仪器停下来。嗯，就这么办。系统相当复杂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好久不见了。你好吗？我亲爱的弟弟。普尔达，我们兄弟这么久没见面，这就是你欢迎哥哥的仪式？废话少说，自从你开始帮助浩肯星攻击其他星球的那天起，我就对你彻底失望了。普尔达来地球一定不会有好事。就是。有人。这些又是什么人？歼灭者保护传输器。哼，还用你说吗？他们要去阻止神机手，长臂，我们动作快。海城，你待在这里。嗯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变形联盟，见他，不用跟他们废话。
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，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歼灭者的实力。歼什么？我只知道煎饼果子。狐狸师，以前练习时我就常跟你说，以柔克刚，攻击不能只靠蛮力。少废话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普利士，我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能跟你冷静沟通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聚合变形，这是你向浩肯星投降的最后机会，难道你想跟普吉威一样成为宇宙流浪者？这股惊人的蛮力究竟是实力，好意思挑战我宇宙第一？哇！就会说大话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看招！啊！就这，我打苍蝇都不止这力气。烈风暴长臂，你打就打，别吵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真是的。要不是烈风暴长臂太吵，我早就给他破解了。哥哥的能量好强。普利士，你也该闹够了吗？我的能量几乎要用尽了，这股强大的力量我能挡得住吗？好强的力量。普尔达是真的要除掉普利士。啊哈！啊，我搞定了。接下来，该彻底清空系统，让这仪器从此进入死机状态。惊塔，歼灭者，保护传输器。长臂，拦下他们！看我的！看我炸了这破机器！装置回收启动。什么？消失了！暂时撤退。收到。这样太便宜变形联盟了。这是命令。变形联盟，好戏还在后头，给我等着！你们看。这，普尔达用仪器把湖水吸干，目的究竟是？我觉得这件事情绝不是吸取湖水表面上这么简单。普利士，哥哥他真的准备除掉我。普利士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破解仪器时同时复制了一些数据，得回到基地再做进一步的分析。先是虫族，又是浩肯星，没完没了的。看来暴风雨就要来袭了。哎，肚子好饿。我也饿了。
哎，姐姐去约会，今天没人做饭了。我想想，默默的拿手菜有烧焦红烧肉、绿色烤鸡翅，还有，尝起来像鞋底一样硬的牛排，有汽油味的海鲜汤。对了，还有我最爱的，那是什么来着？一团黑黑的很难辨识的啊。可以，我太了解默默的料理了，今天就让宇宙第一长臂舞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长臂啊，这样太麻烦你了，我们还是到外头吃吧。我知道了，你怕我烹饪的才华抢了你的主角光环。哼，笑话，你那点烹饪技术我看连方便面都搞不定。有人嫉妒我喽。谁嫉妒你啊？要不我们来比一场，看谁煮的好吃。哼，比就比，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啊，糟了，事情好像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了。根据数据分析，他们做料理的难吃程度大于3.7个海梦。哎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跑吧人类，快跑，别在这里碍事，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我懂了，这些是人类的食物原料，既然能用这些东西制作食物，能量一定不少。还等什么？快搜集能量。今天的能量已经让虫王大人满意。普利士，别碰我的平底锅。笑话，那你可别碰我的面粉。面粉是我要的，给我。我说普利士、长臂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粉尘爆炸吗？如果空气中的粉末过多，加上附近有火源，很可能引发爆炸。给我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面粉不要让面粉撒到空中啊。真是的，你们真的是来自科技进步的好啃星吗？难道不知道高浓度粉尘遇火会引起爆炸的吗？都是普利士了。什么？你好意思怪我？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呢？等姐姐回来我就完蛋了。侦测到虫兽，变形联盟立刻出动。快替虫王大人多搬一些能量。鬼影，你和你的小虫子该回家了。又是你们变形联盟，给我上。没吃饭吧小虫子？跟普利士一样弱。太弱了，跟长臂一样，不是我的对手。普利士跟长臂怎么回事？吵架了？嘿，变形联盟，准备好迎接我鬼影特别为你们准备的虫兽了吗？出来吧，天堂恶兽。哟，看起来不是很强啊，但不知道长臂能不能打得过他就是了。普利士，你可以提前感谢我救了你的小命。不要轻敌，准备应战。是烈风暴长臂。
超能神击手，巨能霹雳炮，霹雳炮，超能神击手，你们疏散群众。收到。赶快离开这里！哎，快跑！相信普利士，你也去救人。这边不需要你。我怎么能走呢？万一你被虫兽打哭了？哼！烈风暴长臂，不要贸然行动。小指挥我。这还没开始呢，天蚕恶兽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真正的实力。那只丑蝴蝶在搞啥呀？一定有古怪，烈风暴长臂，先别轻举妄动，我让超能神击手先分析。不用了，我又跟你不一样，胆小呀。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？啊！这什么都看不清了！啊！超能神击手，进行成分分析。收到。奇怪，这些磷粉中有大量的面粉。我懂了，天蚕恶兽吸收了食品原料店里的面粉能量。这些粉末的作用是遮蔽我们的视线，还能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。有大量的面粉，不好！烈风暴长臂，烈风暴长臂，你现在千万别发动攻击啊！别指挥我！烈风暴长臂，快走，这里很危险！别管我，你这胆小鬼，看我的！烈风暴长臂，不要！打得漂亮！是粉尘爆炸，不行，现在进去太危险了。喜欢我的面粉炸弹吗？看你们能怎么打！真是讨厌的大虫！烈风暴长臂。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消灭它，但是要两个人一起完成。啊！我看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合作了。哼，这回勉强听你的，就只有这次。嘿，嗨，丑蝴蝶，帮你好好洗个澡，不用谢。我懂了，他们想用洒水的方法降低空气中的磷粉含量。很好，空气中的粉末被驱散了。嗨，这澡洗得开心吗？超速裁决！变形联盟，下次不会这么容易了。太帅了，普利士、长臂，你们俩配合得真好。这主要是宇宙第一的实力。战术明明是我想出来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，哎呀，我说普利士跟长臂，你们别吵了。海城，你回来了。嗨，姐姐。海城，你歪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姐姐，变形联盟，海城。